孙，你总算回来了，没受伤吧？怎么样，见到小军师没有？他被舍尔抓住了，带回王庭了。哎，长哥怎么了？发生什么事了？准备礼物，我要去王庭。你这才刚回来，还没歇一口气。再说找什么理由去王庭啊？禀报军务。哪来什么军务啊？我现在就去。哎，我跟你一起去，我也要去看看。哎，米米，你不要闹了。你就算去了也救不回长哥的。你没有听他说吗？长哥被人抓了，难不成我要在这干等着呀？你不是要准备东西去王庭吗？擦什么刀啊？三日后便是库里台大会，我要向大可汗请求，在库里台上与舍尔决斗，我要赢回长歌。隼，你疯了吗？那小子正愁找不到光明正大的理由杀了你，你还送到他面前，你会手下留情，可他不会啊。我也不会。米米闹着也要跟你去王庭找长歌，你别带他去，那儿太危险，你一个人去我本来就不放心。所以更不能让长哥在那里久留。特勤，带我一起去。你去干什么？长哥现在一定又冷又饿，说不定还受了伤，我给他带了吃的喝的还有药。把东西给我。不行，我一定要亲眼看看他现在怎么样了。特勤，你就带我去吧，我一定会有用的。小可汗，小可汗，小可汗，我们几个刚刚看到了您带回来的那个中原奴隶。怎么，你们也看他不顺眼？不，这个人我们见过。什么时候？在幽州的时候，他还替阿施勒隼出头。特勤，特勤，可有人见过一个新来的奴隶？眼角下有颗痣。孙特勤，我见过。他在哪儿？方才小可汗的人把他带到试剑场去了。你在这里等我，试剑场女人不得踏入，你去了只会有更多麻烦。我再问你一次，阿施勒隼那个混蛋让你混在狼师的队伍里，究竟要做什么？在大可汗面前陷害我狼师吗？我不知道小可汗在说什么。你以为我狼师跟那狗屁鹰师一样是不杀奴隶吗？我再数三下，你现在后悔还来得及。我们一起去见大可汗，你去向他坦白你是鹰师的人。我不是。好啊，看来你是不怕死啊。舍尔，你疯了！看来你与这家伙的关系果然不一般呢。为了他，你居然真的与我动手。那混
活生生的人当靶子，不怕遭天谴吗？阿什洛索，麻烦你看清楚一些，这里是王庭，可不是你的什么狗屁鹰师，而且他也不是你的人。我想设自己的奴隶就设自己的奴隶，不过你来了也正好，咱俩也好久没切磋了，不是？我与你没什么好切磋的。先别急着拒绝嘛，既然你这么在意这个小手下，不如就拿他当个彩头。什么意思？你还记不记得我们小的时候经常为了争一点彩头就比试射箭？不记得了。切，你不记得没关系，我可记得清清楚楚。你我第一次较量争的就是这么一个小小的频婆果。是儿，我与你比试，你把它放了。彩头怎么能放了呢？这么一个现成的活靶子正适合你我比试一下剑法。你三轮定胜负，你若是赢了就可以把它带走，我绝无二话，如何？再来！那一次你输了。从前是从前，这回可不一定。那一次你不仅输了，还耍混。傅寒，顺儿，这回你玩够了吧？说好的比试三轮，一轮都不能少。
你受苦了。你怎么来了？我来向大可汗禀报军务。孙策奇，大可汗召你回牙帐禀报了，快去吧。阿什洛隼，最后一轮谁都没射中，只能算平手，这人可不能给你了。你走吧，我会没事的。阿隼，你再忍耐几天，我一定会带你走。没意思。图鲁克，把他带回去。是。